必报，够狠。不过我问问你，报恩？报，给你一辈子按摩。哎，这个丫头，我把人家事儿给拆了，我就换来一个按摩师，是一辈子的。哎，泰哥啊，泰哥，你今天把我们夫妻俩叫来，你有什么要吩咐的呀？吩咐倒没有，就是今天我想替这个小妹妹啊给你们道个歉。啊，泰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们连活路都没有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下说，来吧来吧。好，我这个小妹妹呢太年轻，一个人来到异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可是心气儿还很高。把老板娘得罪了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没有，哪里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老板娘你是大人大量，你何必跟这种小孩子过意不去呢？我是个粗人，刚才太激动了，你别跟我那般计较啊。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误会都解开了，那么你们可以吃饭了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我接你们夫妻俩。来，以后啊，这个小妹妹还希望你们多多关照啊。啊，一定一定。来来来。那是，小妹妹，你也道歉了。我给他道歉，是他给我道歉。哎呦，泰哥，不是我说，你看看他那副样子，看看他的死德行。就算我原谅他，不跟他计较了，可是他也未必会感谢我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法子。你怎么对客人这么动粗？快别理。去。老板娘。快了，苏哥，我都快憋不住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带你去严三的住处。